颈椎的骨刺去压迫到他的脊髓腔，他发现他连小便的时候都有点点困难。弯到60度，承受27公斤的加重的重量，你越爱低头，颈椎就出事了。手卡在5、6、7的地方做一个牵拉的动作，完全的被松开，关节一天的时间都是在压扁的，重建你的腰椎循环，对，髋部放松，这伸腰放松，背部的疲劳，甚至颈椎都可以完全缓解。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周六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